朝阳打歌中心，欢迎各位来打歌。我希望你在音乐中找到快乐。我觉得每一首歌都应该有一个属于它的舞台，音乐不能只存在于手机耳机里。所以也希望我们的歌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希望和温暖。呼吸不停，音乐不断。朝阳打歌中心又来新人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延奇，然后哎呦有点胯有点疼。我们是再就业男团。我们是 Boys Home。 那你们为什么只有六个人啊？就是六个人呢、啊、对不起我们是旅行星乐队。我们是再就业。老师们好，我们是降智兄弟。我是陆虎。我是张远。哈哈哈。我们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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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苏醒，我是苏醒。大家来呢就是交友，每个人呢都是 relax。还有微信好友，微信好友，网友见面了。学姐好，学姐好。这是我的兄弟。对对对，姚老师，哎呦红啊，姚老师，你黄了呀？陆虎，啊，张延奇，啊，当时就睡我旁边临床。哥，待会儿加个微信。我也是吉他手，我也是叫一凡。啊，你也叫一凡。我们是在就业，但我们不希望你在就业，我们希望你一直就业。哎呀，老师，你说讲，谢老师，谢老师。啊，我是做制作的，其实因为有好的作品，真的可以分享，我也玩一玩，玩一玩，真的真的。万一在杭州要是开演唱会，能不能做嘉宾？嗯，好呀好呀。除了你刚出道的时候，你觉得以后是咋样的呀？对，我不知道以后会做什么，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。那你就索性不要想以后嘛。我们生活里面，我们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以后要一辈子做的事，可能也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热身而已。对对对，这些美工啥都是我们得主张自己弄，懂？主要是没钱请别人弄。那我跟你讲，要不是有点困难，谁愿意这么才华横溢？都是被逼出来的。自己弄。就是大家不得不在生活面前所谓的低一下头，但是是为了我们能够在舞台上直起腰。咕咕咕咕！朝阳打歌中心今日列表即将开始随机播放。朝阳打歌中心，让好歌晒晒太阳。